水晶球是我啊！水晶球，你做噩梦了吗？以后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我。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只找到一点线索，还需要再看两次才能找到具体位置。这临时出窍也太耗费力气了。得找个办法补回来。啊！人家好害怕，沈先生。放手。我不放，人家从小就害怕打雷。沈先生，今天晚上就让我睡在你房间吧。富强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消耗我这么多力气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休想阻止我。我不放，你不答应我就不放手。沈爷，您呀之所以会失眠，主要就是因为潜意识里防备心太重，等哪一天您遇到了一个真正喜欢的人，自然也就会放下戒备了。喜欢苏乔。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熄你母亲的。苏乔。